小马，你说凯瑞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请我吃牛排，还帮我找胖虎，这是说好的我请客，他也帮我付了钱呢。哎，你说，男神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帅呀？你说他是不是暗恋我呢？如果我是女生，你歇菜吧！你刚才叫我什么？小马，小马是你叫的吗？钱呢？什么钱？请客的钱呢？拿不拿出来？凯瑞不是已经付过了吗？快拿出来，我收身了。这是我的熊，为什么要给你？一会儿还得还给人家凯瑞呢。凯瑞让你这么多，你好意思吃人家的？本来就该你请客，你就给凯瑞吧。就是，你就当交保护费了。去去，什么保护费？你给不给？不。我行不行？哼，有些人让凯瑞知道这么小气，以后还怎么在男神面前抬起头啊？别。OK， 想样，宇文，恢复的不错。那是，瞧我们又变得帅气无比了。哎，凯瑞，要不要摸摸？咦，走开走开，这钱是昨天你妈宇文垫的，她就拿来还给你，收下了。凯瑞，你就拿着，这几天我只吃一顿饭就是了。那个，这些你先拿着，昨天这顿算我请的。怎么能让你请呢？不是说好宇文请吗？那临时给剩我行不行？不行。还自己没人帮着，就知道帮 Carrie 省钱，连同班同学生死都不顾，这叫什么来着？重色轻友。哦，不对，哎呀，反正就是没见过这么偏心的。宇文，你又乱用词。这一次就算我请，然后下次你再请我。好，就这么说定，下次我请客。哎，谁也别跟我抢。Carrie，学校的春季文化节就按照你说的安排了。嗯，找雨云的事就拜托你了。对了，你们班主任什么节目？我们是话剧。看来这次我们竞争对手，我们是准备的话剧。那你们可就要小心我们班了，宇文。告诉你，男神上学期最佳话剧奖得主是哪个班？上学期的最佳话剧奖得主就是802吗？对啊，所以学校不可能两次把一个奖颁给一个班。Carrie， 你们班话剧叫什么名字？说出来你不要笑，名字是我想的，叫《罗密欧与梁山伯》。罗密欧与梁山伯，很惊讶吗？我们不是男校吗？所以在我们班上了之后，大家都觉得让罗密欧和梁山伯在寻找朱丽叶和祝英台的过程中相遇非常有趣。我以为这种奇葩的剧名只有你才想得出来，没想到。哎，现在怎么办呢？ Carrie， 你最近有偷看我的报名表吗？还是你在我们班有人呢、啊、喂，王思远，我要真来见识还用得着偷看吗？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要拍桌子。我这次不拍，我就说 Carrie 啊，这是我们马思源想的剧名，也叫做罗密欧与梁山伯。我与梁山伯，我俩可以对戏吗？坐坐坐坐坐坐。 Carrie 啊，要不你们这个剧名就换一个吧。换一个？那我有什么好处啊？这个，我请你来吃牛排。吃牛排？这个不算吧？下次明明就是你请我。那你说什么好处？好处吗？要不你们把这剧排烂一点，我们就可以去拿话剧奖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打扰 Carrie 呢？是吧，马思远？重色轻友，你才重色轻友吧！坐下。不行，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都答应。我们剧本都写好了。看，看我黑眼圈。你怎么忍心让你朋友再熬夜写剧本？
不让我长高了。哎，谁演的好就哪个班演呗。就是。对呀、啊，我演梁山伯 ，Carrie， 你演罗密欧吧。比就比，我演梁山伯。那我呢？我演朱丽叶行不行啊？朱丽叶。干嘛？那我呢？梁兄，你也看见我家朱丽叶吗？哦，小罗，刚才我家朱朱和你家朱朱去 shopping 了，要不我俩出去喝几杯可好？不用，我要去找我家朱丽叶。靠，马思远，不是你这样演的。那你说怎么演？啊，小罗，是这样的。刚我看见我家柱柱和你家猪猪去 shopping 了，要不咱哥俩去喝一杯？这样演？是，就这么演。手拿开，我是梁山伯。我们继续。不，我要找我的助理。该我了吗？哎，哥们，哎，哥们，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我这么大一伙人站里面，前脚找朱莉，你欺负人啊？啊，全错了，全错了，全错了，该这样演。嘿嘿嘿，看我，看我，看我，罗密欧，你难道直接忘了我的存在了吗？我在跟你讲话呢。我不拍了，你问他陪你男生玩吧。那个宇文，你待会儿记得跆拳道训练啊。我先去道馆了。还有，你们这个剧真适合，一定能表演，一定能表演。喂，怎么都走了？怎么都不演呢？啊，算了，你们不演，我演。表现不错，这剧可是让给我们了。